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 我们今天来玩这款游戏，它是一个，该怎么讲呢？先问一下各位好了，各位有没有玩过？不是玩过，各位有没有看过巨石强森演的《毁灭大作战》？有没有？没有错，这个就是电影啊，电影那个《毁灭大作战》电影的游戏版本啊。你这样讲好奇怪啊。反而言之呢，就是一个延伸的游戏就对了。那这里面呢，都会有一些电影里面所相关的场景以及它的巨兽啊。如果呢你们不想要被剧透的话，那就请你们先去把这个剧情给补完，再回来看我这个游戏影片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这一部其实老头还蛮喜欢的啦，因为它这个有点像以前老头早期这个以前玩的某一款游戏哈，就是。这个我不会讲。如果是老一辈的人跟我同年纪，应该都知道那一款游戏是什么，我也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它出好多代了。那么呢，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你扮演这一只巨兽，上面这只叫乔治啊，它本来是动物园的一只白色猩猩啊，后来某种原因巨大化就对了。当然呢，你还是可以扮演其他的电影里面该有的角色啊，比如说雷夫啊，雷夫是一只狼，也是因为突变之后变巨兽。然后后面还有一只，到后面可能会解锁。老头已经玩到一半了。那这个游戏进行的方式就是你当这只巨兽嘛，然后你要去解，你要去解一些 DNA 跟一些任务，好，然后之后就会慢慢的解锁，像这些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什么力量加20啊，什么草兔啊，还有什么豪猪啊，生命值加20，生命值对加30，好，这些都可以摆上去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好像有些地方没有解锁，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解。那我们要进行任务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还未开发的 DNA 呢，把它放在你的这个 DNA 序列上，你才有办法解这个任务，好吧？反正我这样讲，你们应该有点听不太懂，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哈。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个精英。那老头已经过到第二个区域了，之前老头是在芝加哥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芝加哥。芝加哥我已经差不多玩完了啦。还有这一只《毁灭大作战》，这一只我还没有试，到后面再试试看好了。我记得还蛮难的，我之前有玩过。好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来玩一下这个。他这边都会有告诉你任务的这个是什么，任务的限制以及它的条件。时间内通过地图上的路线，我们才有办法解锁这个叫做蜂鸟的 DNA， 才可以套用在我们的金刚身上。反正大概就这样玩吧。等一下我们进游戏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开始吧。进来了。有看到？哇，我的手！我是一只金刚。不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，我们要快点到检查站，我们要解这个 DNA。超酷的，好不好？哇，一直跑。不要理他。另外一个目标在哪里？上面。我们要在我们所剩的时间之内快点到那个地方，再就这里，走开，快跑！我们剩下15秒，不要再射！哎呀，该死了！No！有，到了。好，下一个，哇，剩下6秒，来不及了，快点！有，下一个检查站在哪里？哇，在前面，剩下3秒，快点！哇，我头好晕，快点！要过关了 ，nice 啦！我赢了，哇，居然成功了，我的天哪！超刺激的啊！解除了耐力加40，哇，这个不错，我们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 DNA 了。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 DNA， 好，非洲象的力量加级不知道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DNA 排序上去，我们就可以解这个任务这样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试试看这别的 DNA 我们来试试看一下别的 DNA， 还是我们来玩一下雷夫好了。雷夫是电影版里面的其中一只角色。我们可以来把这个装上去，它这个 DNA 序列还蛮诡异的我看一下怎么装可以移动，这样不行，它还蛮鸟猫的，它不能这样子排，不行。
无法，力量加20，兔子，我居然可以放哇！速度加比较快，而且这个还可以拿来做。那我们这是哪个任务啊？草兔的 DNA， 这里没有兔子，兔子在哪里啊？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做这个测试，哇，也是跑哦。啊，没关系，跑看看好了，反正就跑嘛。啊，再玩一次跑酷，好，再玩一次跑酷。哦，这游戏其实还蛮不错的，个人觉得蛮赞的。哦，来了，我现在是这一只狼，狼哥。哇！来，赶快跑，其他都不管了，紧走哦。哦哦，有，冲啊，冲啊！上面，不要射我哦！我看到目的地了。哇，来不及了，时间快到了。让我下去。下一个警察站剩下3秒，还有个在那，快点，冲啊！转弯，是不是很帅啊？往上，上面，哦，过关 ，nice， yeah， 噔，还跳舞嘞啊！哇，好刺激啊，这游戏，为什么失败了？我成功了，为什么失败了？为什么 ？What happened？ 不管再一次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失败？没关系，再一次，我明明就到终点了、啊，刚刚不算数。好，快点，这里找到，快点，快点。快点！冲啊！快到了，这次应该过了吧？哇，成功了！这样才是真的成功啊！我刚刚可能是没有到底啊！可恶，我刚刚居然没到底，尴尬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总算结束了，还不错玩。啊，刚刚没有到底。啊，解锁了，又多了新的 DNA， 力量，比利时蓝牛。啊，这个游戏就是一直这样不断的解。好，我们来解一下鳄鱼好不好？我们用一下我们乔治。啊，我们乔治的 DNA 在这里耐力40，应该是不需要什么攻击力吧？我们就速度20，我会放，不行，可恶。可恶！好吧，我们现在打一下这个毁灭大作战这个任务哦。啊，还是打下面这个？这个打过了吗？这个我过了。哦，这个如果第二次胜利还可以获得基因档案哦。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没什么必要吧。哦，后面还有基因就是那个牛。啊，我们这个成功，这个也成功了。我们剩这个15000，我们刚刚在那边挂掉嘛。对不对？我们首胜可以获得这个力量强大的基因能力。哦，不是刚刚挂掉，是老头之前在玩的时候输了，因为这关其实有点难。哦，这关其实有点难。来吧，大金刚来也！蹲，嘿，敌人，我的丢！不要逼我！喂，为什么我爬不上去？不可以爬是怎样？下去！
行欸，破坏到15000就好了，可以不要管飞机啊，破坏掉飞机可以不用管，飞机在那里，怎么都我想说怎么都没丢到欸，把它砸下来，把它砸下来，砸得好啊，砸下来 ，nice， 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下去，吸内，抓起来，丢，哦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尴尬，尴尬了，哦，哎呀，摇15000啊！哇靠！飞机一直来，完了，这个有办法吗？在干我花的哦，赢了哦，还好还好，成功了成功了，吓死我的毛了，我还以为我失败了嘞，啊，成功了，拿到了鳄鱼精英，太棒了、啊！我这样可不可以解锁拿一下第三只巨兽啊？啊，第三只巨兽，快点出来啊！第三只巨兽还不能拿，啊，获得了速度加30，还是没办法解除。啊，这旁边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啊？我看一下，第二次测试胜利就可以解锁这个基因序列。第二次测试，这个有没有第二次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哦，那我们再玩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2分30秒内得到10000分，简单。好，我们看可不可以解锁这个旁边的那个格子，不然这样我很多 DNA 不能装，其实蛮麻烦的，很困扰啊，很多地方不能装啊。来吧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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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分半嘛，2分半，大破坏就对了。嗯啊，生气啦！丢，要破坏很简单啊。安尼就好啊，照照照，攻击攻击，冷，攻击丢，攻击，爬上去，快要10000分了，快要10000分了，这可以拿吗？来了。淘金，好，好，哎呦，捡不起来，丢，我们还剩下1分半，可恶，要大量破坏才行。我的10000分要到了，有警车，下去吧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再破坏一点，给我更多，给我更多，啊，死路一条，啊，也成功，啊，蹲蹲蹲。这是第二次了吧？我们有解锁我们的基因列序了吧？希望如此。这样子有吗？有没有？哦，真的有哎、欸！哦，太棒了！这样我就有东西可以放了，比如说，比如说放哪一个？比如说放这个嘛。攻击加20，是不是多好？我觉得想要装速度，我比较想要偏向装速度，速度快才是重点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还有什么可以装？我们还有很多基因没有学到啊，不过之后应该会慢慢把它完成吧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，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哦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大致上的玩法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如果你们自己本身有 VR， 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可以去下载来玩。我记得这是免费的，一直以来都是免费的。
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们想要继续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老头，让老头知道啊。如果观看数够的话呢，老头可能考虑再继续做续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一个订阅，左下角在这里啊，右下角一个喜欢，右下角在这里啊，或者在下方留言在这里啊。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来玩这款游戏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。